好，这个是手牌，就这些用完就会死一只动物。好，你看青蛙牌四个、哦，你乌龟几张牌？五张手牌。五张。哦，好难哦，青蛙好难打。六。好，五张。就是你的动物几只，就是所有生存的动物。那当手牌一张一张打完之后都不会回手，那打到最后你没办法的时候，你只能死动物让它去死，然后让所有牌回手。这是第一个手牌回手方法。第二个，你完成任务的时候，那个瞬间可以回把所有手牌回手。好，那游戏就是其实玩家放一只动物，然后放把动物放完之后，游戏就开始了。那开始之后，每轮游戏开始之前会先骰，就是开发骰，就是13，然后做什么事情。那这个就不用讲，1到16就是上面1到16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是全补，所有资源上面有多少资源就全补。然后这个是从左边开始补一颗，就如果这边这个缺就补啊，如果两个都缺就补这个，对。然后就是一样从左边开始补，然后这是补两颗，然后大概就一颗两颗。然后比较多的是这个，就是全补跟工，就是施工，因为人类去破坏了，所以第一次会先翻面，翻面资源就会变少。那翻完面就是补，所以会补满。那补完之后，如果下一次再骰到，然后又是就是一样又是一的状况下，就会盖水泥了，就是人就建大楼了，这个就不见了，就盖水泥了，就这样。那如果有如果两个，就是水泥会在第一个啊，这边还是补，就这样多了。好，就剩手牌了，手牌我拿都有的好了。手牌像这个就是移动完再移动，就是这它的主机啦，每一只不太一样。然后就是三选一资源拿，那等一下会各有一张。这是打开的任务，打开啊，可以换。就是你这个拿资源的时候，你就是只能你拥有的才能拿，但如果你拿满了就不能拿。就是比方说有些是这种的，如果你只剩水能拿就不能拿。对，然后像这种东西两格，你可以选择第一个 pass 做第二个，或者就是做完第一个不做第二个。所以这就是拿这资源其中一个，然后再走一步。那你可以拿资源不走，或者不拿资源走，对。然后这是走，就是每只的主机不太一样。好，你的会有一只偷鸡，偷鸡就是这张牌整个游戏只能打一次，打完这张牌毁掉。可是你这一次就是直接拿任意资源一个。啊，就这样。对，还没怎么的，感觉不怎么厉害。主机几个就是几走几步，不一定啊。有时候他这样子是走几步，一步都是一步，然后一步是上下左右。他的不一样，他的那个是好，还有一个他的比较整齐。这一张就是走完驱赶，就是他你自己也会，就是跟你站同一区的全部赶走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赶走是你决定，你决定把他们赶到。小黑你怎么这样？临近吗？还是随便？临近，就是上下左右。小黑，你人不行、啊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死动物，游戏结束20分，这个任务达到20分，左下角达到20分，游戏结束，或者是这边6只死满，对。那或者是有人全部是，就是说他所有的动物都死光了，他没办法动了，对。OK， 对，然后死的话是1到5分，负1到负5。所以先死也不一定，对，先死也不一定不好，而是负分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动物少的牌会比较多，动物多的牌会比较少，就这样。所以最后死的扣5分哦。对。怎么样才会死掉啊？刚刚说过，你牌用完的状况，你只有两种回手牌方法。第一个就是你完成任务，对。第二个就是你让人去死，让你的一只动物去死，然后。你就手牌回手，所以任务一次只有一个啊，这只能有一个在前面。那这边的是怎样？哦，任务完成之后，这张就完成嘛，你自己的，然后你就在这边选一张、嗯，然后选完之后忙再。那下面那个是要几个的意思吗？对，他任务完成可以马上回手牌。对 ，OK， 好，对，所以不用用完再回来。OK， 不用。好，来介绍一下，蓝色就是这个嘛。对，然后。这个食物巢穴，然后这个咖啡色是巢穴，所以我就用萤火代替。哦，这是巢穴，食物水。OK， 所以像我这个就是两个，两个食物。我们玩结论是食物比较好拿，水跟巢穴比较难拿。OK， 好，所以要先拿水。
我要不食物比较好拿啦，就是其他都比较难拿一点点。然后你的 work out 就是很简单 ，work out 打出来回手一张牌。OK， 对，但是你那一回合就是休息。哇，没错，牌好多哦。他只有两只，我只有两只，两只也没不好啊，我觉得这不一定，因为你有时候拿不到你要资源，拿不到你要资源。橘色、蓝色，我要蓝色。哇，谢谢。这是两个阵营，对啊，我们要合作了。都已经分好队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分好队。原来他点点点可以换颜色，下次我多点一下，点到要了。所以这个是公开的啊。对，公开的，就先放，随便放。所以骰要骰到你，你要的点才会。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。都可以。放这里。好。不是我说拿资源的时候一定要骰到同样，没有没有，骰只是看哪边会补，没关系，反正等下你就会，很简单。这游戏非常骰只是哪里会补而已，哪里会挂而已，哪里会变少而已。对，所以也是运气。该那个，你呀、啊，该你放，放完它。哦，两只哦。那你也可以选择最后，你也可以选择先 pass， 因为别人还在放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放也没有太那个。你也可以选择最后放。所以跟我上校，我要站前面，这样才能露脸。乌龟露脸，他放那也没有哈露脸，这边好。露脸。对啊，他只是说直到所有人放完，青蛙游戏开始。这边好。没动。看乌龟，好，乌龟四只这么强。我手牌，所以我能用的手牌其实只有你还五张啊，我只有四张，我都没有，因为这两张是拿手牌，我知道，我都了解。所以为什么他不直接做两张给我，他做两张可以回手，但不是因为乌龟慢哦，你这样会一直很慢的动，哦，也太慢了，乌龟很慢，慢慢来，也太慢了。好，我去跟乌龟抢，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你站在一起啊，是我要跟你抢吧？哦，好，所以其实我跟青蛙要合作一下，或许。那就打一张这个好了。嗯，不是要先闪吗？啊，对，先闪。没有，其实不一定。其实不一定要闪，因为其实没得，没什么，没得补，没得补，这个不会补。所以其实基本上他没有说其实要闪，嗯，但是其实是可以那个闪一闪。你要两个一起闪啊，会比较。是我试。会不会卡住？哎，不会卡 ，OK。大我的豆浆你收到哪边去？好啦，拿一个水，然后水变成任意资源，好奇怪，这水就是任意资源，好强哦，真是难打。弄这个，拿一个水，水变成任意资源，反而食物不够。拿一个水，水变成任意资源。先闪。哦，每个人都要闪。对，轮到你这边。好，二翻面。那么快？什么？马上就失控，就没有了、哦。就就没有了、哦。人类入侵你们的地盘了，你们的生存资源被人类搞了。人类怎么那么邪恶、啊？你要怪就怪人类吧。所以这号码也可以随机摆了，对不对？反正它的规则是这样教嘛，我就先玩基本规则。理论上感觉是可以随机摆，因为没有差、啊，因为没什么差、啊。对。然后走一步。走一步，我要驱赶。哦，可是那个驱赶是走一步再驱赶，所以你可以先不走。对，我只跟你先讲。啊，你都这样哦，那我知道。可是驱赶也可以驱赶自己。要被赶，要先拿啦，拿一个水。嗯。然后我懂这两张要干嘛的啦。对啊，它就是慢慢动。因为我这样可以走三步。走三步。就我走一步拿回来，再走一步再拿回来，再走一步。对啊，可是对啊，比你们就会走的，虽然它动很慢。对啊，但可以走比较远。对啊，哇，这两张真的是，这设计师真的是太有创意了。他就还行。对，居然做到睡着。我觉得他写日文真的好笑。打这张，食物也只能从这边拿，赶快先拿食物好，我身上现在缺食物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骰，你没骰。哎、欸，我也没骰。对，然后你就骰一下。大家都哦，六分，九翻面。
不，哎，不是我的，还好。哦、oh, 不，剩一个水，剩水了。好，换你闪。十二翻面，他这一次怎么这么狠呢、啊？补一翻面到底有几面呢、啊？翻面有两面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。哇，好狠哦！这十三全补应该补不到。OK 啊，没事。看你五补两个，没事。OK。嗯，然后青蛙好能动，青蛙就四张牌，然后四张都拿资源，所以我只要一张少拿一个资源，我就GG了。你不能拿，哎，好，最多是四个资源。对，没有，有五连五六个、啊，所以我就会翻面。青蛙好能打，盖大楼吧，就盖水泥了，就这样，哦，那就没有了。哇，水泥用完会结束吗？应该是没有写了，他没有特别写到水泥用完不能再改了，有点难了、啊，我觉得水泥要用完有点难。大家彩玉够，因为大家彩玉如果够好，因为还好是因为其实你两格的其实你可以放一个就好，所以他总要放十片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有点难放完。我拿一个食物，然后走一格，可以走，没有没有，只能走，只能走它吗？对，因为你拿了。是啊，理论上啦，我没有。那这样怎么办？那我这次永远不能走了、哦。没有啊，你就拿了再走啊。不是，或者你不执行，你可以不走，你可以不拿再走啊。对，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他这边永远没有东西，就只能不拿走这样子。对。你以为这游戏这么容易吗？就是、这游戏也是很凶残的。对，他不是，他只是人类很凶，赛真凶残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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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那我。对啊，你选一只。动物打这张手牌，所以你不能选这只动物，再另外一只再动这样子。欸、你有闪吗？我有闪了，我盖了大楼了，盖大楼，我家超有钱的。那可以再盖一栋大楼吗？不会，他没有这个。五是这样，但我自己盖。五号补一个，但是五应该不用补。五现在买不用补。那我打这张，赶快把水拿走。好啊，好啊。不是人，嗯，这边没人 ，OK 啊，到没人的地方跑啊。对啊，没人的地方你自己，啊、没人地方比较安全，除了骰子之外，但是等一下在这边大楼，我等一下那没有差、啊，也还好。哦，这次对你这次会过来，这次要过来啊。对，所以那你好好没问题。十全补哎、欸，哎呦，你看，但是不用补，是不是？不用补，不用补。其实开着打好像没什么差，没有差，没有差，因为大家牌应该理论上你会知道别人是哪些牌，就才几张而已，对吧、啊？但是真的很适合。哎、欸，我的牌都一样，好不好？欸、这游戏怎么这么好玩、啊？一样是有一只偷鸡。怎样？这游戏怎么这么好玩？猫为什么会去偷鸡呢？我跟熊熊在一起了，我拿死，该把它弄掉了吧？别拿，就过来，我就吃它。嗯，它踢乌，你为什么要？你为什么要踢乌龟？帮你移动哎、欸，我帮你移动，他帮你移动，你移动那么慢，对啊。哦，那我忘记闪，他先闪，他先闪，对不起。三补，哎、欸，补一个食物哎、欸，哇，找到不找了，食物有了，十三，十三有点难，怎么样？没事啊，十三没东西，没、okay, 好，没东西可补。什么东西吗？好了，我先拿水好了。拿。干枯了，什么东西都没。啥、啊？这个？那我拿一个食物，找礼物，然后完成。哎、欸，等下你骰了吗？我骰了，我骰了。OK， 那你骰了。五补一个，我没有，用不用？对，那我就完成它。好。哇，你才三个哦。对吧、啊？好赚哦。四分，然后这些回收。嗯，好。然后选一张。选一张。对。一二二一，决定这个吧，三个的比较少的比较好做吧。没有不一定，看手牌。但是这个分你们手牌数我一定都要拿这种，因为我只能拿四资源以下，我每一栋都要拿资源，我只要少拿一个资源，我就要死一只青蛙。然后黑熊比较厉害，就是他不是牌比较多，但是他杂牌也蛮多，你自己斟酌。杂牌多，可是黑熊难，就是这两只要动的好。可是他这个应该有两张吧，还是只有一张？就一张。好难哦，超难的，超难的。你两张一样，好，我也一样。打完，嗯，然后还是拿，我全部走这次有水，好恐怖！你等一下会缺水的死。而且还不能存呢。对啊，不能存。哎、欸，
欸，等一下我先扫。十三，十三是精华地段，已经塞了两次，大家都没拿。那我觉得我要死了。我先。哎，对，我忘记闪，对不起。我先热身一下。好。我觉得我也要闪。十一。十一补一颗。没有。十一。这边。九。九全补。有诶。一个水。我拿一个回来。哦。转。然后就结束了。对啊。因为我这个就睡觉，在暖，我在做运动。暖身。空晃一回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乌龟就很慢、啊，乌龟就很慢啊，这样不行吧？这样子我觉得对啊，这样子有点不会，因为他刚刚那个他可以选择他要拿回什么，而且刚刚这个足迹这太夸张了吧？对啊，他就缺水啊，他不能同一只走，不能。这样乌龟感觉有点，但是乌龟是四只啊，然后牌又比较多，因为不能同一只走，等一下我会饿死吧？我觉得会饿死，都有可能。好吧，那我先来拿。我觉得青蛙超难走的，超怕的。我先来拿一巢穴，然后走在这里。你先塞吧。OK， 多少？哦，十三宝地啊，风水宝地是吗？发变了。发变了，第十五。风水宝地啊，乌龟惨了。风水宝地，风水宝地啊！哎、欸，风水宝地啊！马上就盖好了，大家就觉得这块不错。大楼盖的真快啊！我们也纳闷，乌龟要死掉了。好，这次就拉去吧。那你爬到大楼上面，要死了，补一下吧。拿一个这个。干嘛都挤到这里来？资源在这一块啊，也没有办法。哎呀，九号，九号要连最后一个水都不给我喝，九号我就要死了。等我先去试一试，好恐怖，他好凶残。我糟糕。给食物，你都在食物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转票，转这个。哦，你差一食物都可以 ，OK。OK 啊，等下再回收。气氛里面比较准的高，超高的啊。决定先拿一张回来好了，太危险了。继续拿，继续。没，因为先拿。继续发呆。等下，你先闪。继续睡觉。你先闪。对，有可能。你先闪。你先闪要干嘛？对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十四犯病，不，我死。嘿，这一群人类好凶残哦！哎，没有，可以这边有水，所以你可以先抢水。我不用抢啊，你要食物，所以还是要对，先拿一张水啊。好，乌龟青蛙爽赚，水留给你们啦。没有我要的，留给你，我来拿这边。青蛙爽赚一水。八翻面，你来了就翻面，那你要不要改地方？可是不会啊，因为更多是好东西，因为光第一次翻面是还可以，是懂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下一次就盖水泥了，还可以。十三真是风水宝地，没办法，那我就拿一水吧，不转，先抢，其实都跟你一样啊。我不缺水啊，我现在没办法拿。是啊，可是这慢两动差好多，你都截了两个任务去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乌龟啊，乌龟是很慢啊，好慢啊，太慢了吧？但是上次阿红拿乌龟赢了，阿红他是作弊了，所以要剪掉这个移动七分。哎，等我忘记闪了，对不起。先闪，我先闪，闪完再说。没闪，因为你都拿得到。你先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你有两个啊，他只会一个消失了，也最多十四补一颗。哎，帮你补回，帮你。哎，又是水。哎，我拿完又补回来了，哇靠！赚青蛙爽赚。你要。哎，等下这边没开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我拿了什么？双杠。这个。是啊，这看起来不错。三个就五分。三个五分。九十公。九十公。盖第二栋。再盖个。还要盖第二栋吗？不会吧。这用不完，应该是九栋之后再补回来。之后再拆就好，车你动完了，我动，我走路。好可怜乌龟，慢慢走。十四补一个，有机会感觉没有？哎，帮你补。哦，风水宝地，改了十三移过去了。对。那我要干嘛？龙穴，龙穴，龙穴。
真的是冷血。好吧，那我先拿个水。你也拿水，赶快跑。好，跑在这里好了。是吧？这是缺水，没什么差了。你骰了吗？我骰了，就是14啊。四补一个。哦哦，还补到这个耶，不错哦，开始时来运转。嗯，那我就。好难解决。拿水啊！没有感觉是，是等一下就要挂了。洪水宝地是吧？等一下就要被人类抢占。十，补两个耶。补一个，还不错啊！之后都没再盖大楼了。你要先躲闪啊！一道。哦，好挤啊，好挤，好挤呀！别弄了好不好？十补两个，又是十哦！瞎话死都在这一局。我先拿这个，还好没甩到六，甩到六我就要死掉了。不会，他会翻面，翻面翻面会补。我先解任务，那翻面不会。我解任务跟拿回手牌。对对对对。然后选一张，选少的吧，这个解不完吧？都可以，你自己决定。乌龟不好解，你自己决定。还好啦，其实没有，因为乌龟动作太慢了。不是，可是它有四只，你是四只太衰了。哦，又帮你补水，又帮你补水。你乌龟站的地方太衰了，就像我只能这样说。我想一下，这样讲好像很有道理。对，因为这是乌龟站的点的问题。还是选这个好了。对，像我青蛙站的点就还可以，因为其实我也是只有四张牌拿资源。对啊，啊，你一只是偷鸡，所以我说你偷鸡是。是你最强的一张，而且只有一张。所以我一下驱赶是，假如说我驱赶这些区，就这区整个区都要拉走。你一个一个决定，然后你自己站在那一区，就那一区的资源就你的。哦，他的驱赶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过去，然后大吼一下，大家都怕这样子。方面，然后像你看，这圈都被东西，所以就很可怕。你看我们都干枯的地方。这只应该就不可能去动它了吧？动作都够少了，就你自己决定看要不要挖出来，但很难挖，因为你前面都有。这怎么挖出来啊？这怎么挖啊？你就当做反正少一只也没差，你就动别的。哎，盖完了，风水宝地盖完了。哦耶！人类就是会去抢这种风水宝地。不是吧？我死掉两只了。耶！你就让他去死，拿手牌啊，只能这样子啊。拿了。啊。先抢水吧，怎么都没食物了？水先没食物也没水，赶紧先闪。一号补一个，哦，一号其实不错耶，蛮亲近的，那没人去，郊区啊。你在干什么？知道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吗？被熊赶啦！啊，不要这样了，不要这样，对，不好这样。对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就是，对对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先跑，不要闹，好啊，快逃！哎，你没骰，不会连那个都拿不到吧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来一个好地方，十号补一个，没有，都是你的啊，十号没有，哦，喵喵喵喵。我觉得立庄好位十四号补都补都是立庄好好地，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啊。不是，我说至少目前你站的位置没人跟你抢，然后都资源都有，至少目前。拿一个黄色食物先拿，乌龟过来，乌龟觉得无奈，先闪，然后就十二盖大楼，好，算了，一样。不要啦，十二盖大楼干嘛？又是十四哦，你缺我去跟我干嘛？十二盖大楼就狙了。我你看我的平，我现在你看乌龟真的会灭绝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要盖大楼、啊、走不动了。你看，难怪都市都看不到乌龟，爬那么慢。哇，抢不过耶，好烦哦。好啦，抢这边好了，至少。我们要互相合作吧，这是一个平级之地，我们应该要活下去才对。有没有那种合作游戏，就是把任务解完就可以赢，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合作把任务解完。这是个厌世的，对，厌世的游戏。我跟谁抢？动物大逃杀。没有，他在那边。我在想，这两个都不甩出来，烦呢。好了，我动还是动他？不要这样，你还有希望。对啊，我已经绝望。
这是绝望。十二全补。哦，又补回来那个十五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对，然后等一下他自己踩十二。不要这样，盖大了，不要这样子。你不先拿 ？OK，、啊、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最后在哪里？有牌要先出。不一定啊，有时候走路也很重要。没有先，我说我先走啊。不是，我说你那块没有食物，等一下其实每个他这边撑下来，每个人拿资源的牌就是四张之类的，差不多三四张补。哦，三补了。哦，终于，哦，感动。加力装，力装闪。他要拿自己，他要慢慢走，他要一直走。慢慢走啊，你们快一点好不好？我要让耶、欸，真的是风水，我还要让两 round 哎，你们动作快一点好不好？加力装，我还要让两 round 哎。拿了走。我是觉得有的拿先拿，为什么不先拿？因为他不缺啊。我要拿水，哦，你说怕被甩掉？没水。对啊，合理。可是我不想走哎、欸，那就不走。但是走，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，可以啊。我看一下，他每一栋都可以不做啊，但是不走，留在这里。等下大楼就要清洗了。走了拿食物，走了也没有东西，你就拿食物。但是因为这边比较可能有机会再翻面，然后或者再甩到。比较不好走。嗯，好了，不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因为我一只青蛙死在这，难怪我一直找不到我青蛙。打开一点，没关系，八补一颗，要打开才看得到食品。八补一颗耶，又有食物了。那我拿这个，我的乌龟露脸一下，第六闪，那都很多闪，食物全补哎，食物。哎呦，你干嘛？你看，我就说你干嘛走？有时候走不是这样，就是。还好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都知道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都一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只是说不用走，有时候先拿比较好。看运气，全部有时候也很难死。又失控啦，八 A 不见啦！哦，把它过去的哎，没有没关系，还不错，至少变水。自己好，那我打这个，它就是盖大楼之后全部。我拿一个食物，然后快逃啊！所以这边就算再踩出来也不会补了。会啊会啊会啊，拿走的时候就会补这一颗，这颗就不会补了。还要再踩一次失控才会全部盖完。对，所以我说其实还好，因为一片你到时候就这样盖就好，你就不用两个都摆，都可以了。哎，我还没扫。又到一的风水宝地。十，哎呦，又补水，哎，好爽哦！它的水都是先补，对不对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看地方，看地方，大部分都是石，就是水。那像这两个就先补左边的，对，就不一定啊。像这个就是食物先补啊，嗯，所以不一定。水先补比较多，啊，没差。走哪一只啊？我觉得猫咪还 OK。好了，我也不走好了。看，全部都一样。猫咪不太会卡、欸。我也不走。啊，全部都一样，真的不想拿了。四个好硬。全部都一样啊？对啊，全部都一样。但我也没办法，我一直能。一二一也没有比较好。对啊，才五分而已，不拿六分。对，不拿六分的。不过营地需求比较少哎、欸。我想想，合理的，因为营这个的需求比较少，很多任务都没有营地。我解完19分，好烦哦。要20分是不是。我猜。又是解完19分，那就是十号施工啊。翻面翻面翻面，帮我翻面。我拿水，我拿水。水瓶快用完。还没吧，翻面而已。补水。因为我青蛙都会沾水，因为青蛙有一张是水罐，任意之用。我要先拿东西，再拿食物吧。所以我这样是先回手还是先拿任务？都行啊，都行、啊。有差吗？对啊，有差吗？啊，对，有差。没事。你的手牌随便你、啊，反正都是先回手、啊。先回手、啊。对啊。十三怎么样？并不影响，并不影响你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十三全补、啊。没有了吧。啊，早就盖大了，早就盖大了，早就风水宝地，人类怎么可能让它活着太久呢？回来，快，对，所以乌龟也就是你乌龟点阵太惨了，两个已经盖满了，像我那只青蛙也就拉死一死算了。这拿什么都不对啊！这现在拿什么都不对啊！这个要只要三，你还是要拿、啊。他没有办法换了。看我应该拿这张，算了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打，你拿得到吗？随便。没有，我水不好拿。不是，我说你那个时候拿得到吗？那个时候不是刚开的吗？一样都五分啊。这个是我开，这个是我那时候开的、啊。哦、啊，所以你拿得到，你开的话就拿。不是，我说这时候是你刚开的，我是因为拿这张。
我只是在想说，会不会是你拿这张的时候开这一张？嗯 ，OK OK， 没有就好，没事、啊。没有，你拿这张的时候就开这个、啊。OK OK， 那我拿一个这个。OK OK， 然后结束了。哎、欸，要不要移动？嗯，这资源怎么这么难？你有骰吗？有啊，就那个十一号、okay。好，要不要移动呢？先不移动吧，然后完成这个。差不多啦，有人可能快扣遍了啦。我才三张而已啊。你在说你是不是？你才三张就已经，我过做完十九分，我就觉得是两张一样吗？是哪一种？上次是故意弄什么都一样啊？对啊，没洗好吧？或者洗得太好了吧？十四盖到不能再盖。没有，我们应该他任务应该从分数低的先拿。我不知道，所以要发四一分的那种，然后变到十五，塞，哎、欸哦，我塞了，你塞啦，是啊，八补两颗，哎呀，八，哎呦，缺水，哎呦，缺水啊，不缺水，等等等，我还没动中呢，我缺水，你就动吧，哇，你好会啊，十三全补。十三真的是风水宝地耶，先这一块啊，对啊，好可惜，一开始就被盖满了。很快的，等下熊熊的怒吼又把你吼走。六号补一个，六补一个，哇，来帮你补。看赚翻，补食物。其实真的最后骰补什么才会赢，真的很烦，东西都不在家自己家，是没东西拿了吧？对啊，又补好慢、哦。所以我说你的偷鸡其实很强。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动，最后一动赢这样，关键的一动，关键的一动，对，所以它还是有用。其实熊不好打的一动，熊不好打，熊不好打，熊不好打。它资源，它资源现在可是熊的驱赶很强而已。对，因为你不可能每动都补，但是几乎每动都拿，所以不是因为熊的驱赶是那一块资源很多的时候，它就一吼，它就有两三个资源、嗯、自己的，不会有人抢，因为人家还要再花一两分拿走，对，过去抢也抢不到啊，先拿嘛。不一定啊，先站好位置 啊，我也不知道哪边是好位置。去上面啊，你就赌啊，可以在那里等一下啊。那不来，这边肯定没有的。你不来还好，你一来他等一来他就叫了。对，对、啊，他会叫。小黑这种人看脸就知道啊。不然你拿这个回过来，一样啊。不如，好了好了，来等，来来来等，来来来来来等，来来来，这么翻面。翻面 OK 啊，翻面好啊，翻面其实好，翻面其实好的，因为它至少会补一颗。那我只能拿这一水啊，呀，好痛苦，果真好厌世、哦。我想想，这些人类好讨厌。先闪，你想想，你不用想，先闪，闪完再想。哦，又盖七，翻面了。不是、哦，你抢到了，你抢到了，欸、你抢到了、欸，对哦，对啊，会补哦，你跟我都抢到一个水跟房子，哇，耶，不错不错，狐狸狐狸，谢谢谢谢，狐狸狐狸，这么好这么好，真的谢谢谢谢，好了，那你大哥你要什么？没有，他自己都动完了，对，我知道，结果你们等下翻，小黑有骰吗？有。一号，他就翻面了，他就翻面了。哦，一号再补一个，敢赚？怎么那么爽？赚，敢爽立庄哎！对啊，我就说立庄有可能赢、来，我先拿，他的先拿。他的你自己选，自己选，你要什么自己选。谢谢谢谢。他的位置还不错。哎呀，有熊当好朋友，真的。熊真的是来 combo 的。combo。对，十二翻了就翻。没有又盖。再盖一层。好，再盖一层。好了，那我就拿水。为什么你要拿水？因为也需要水，别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拿了。很好，来自己来伸伞。好了，欢迎过来这里，自己来伸伞，来啦！补两个，哪里？十五。哦，好满哦，满到爆，满出来。你们干不赶快拿？拿完现在就补了。我要死了。所以我刚应该过去的。我要死人了。所以这到后面还是会慢慢灭绝啊，这比演化论还残酷。是没那么容易死啊。不是因为到后面没资源啊，那你要一直花手牌去动。对啊，要闪闪的。啊，对，忘记了。结果等下那颗就不见，没有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先。不，那颗不会不见啊。不一定，翻面不一定啊。一号全部。哇、哦，看你真的是风水宝地耶。对。而且一现在都还没有被侵蚀过，一直闪出来没有被侵蚀。水，我靠！为什么不早点补来？
好，我再拔一个这个，哇塞，都补水给小下回就要死。是你比较强吧？你都有东西耶，你从来都没有缺过。对啊，从来都缺过哎。对啊。好，不过你应该会赢。补一个食物。你看，其实这三个超强，没人去，因为他没水，害我就没过去。找到就先过去转一下。那我就我就拿一个食物。好吧，下回雷天闪。就盖大了，知道吧？三盖大了。还好啦，还好，反面还会补啊！对，你看多棒，我都想去了。那这样就可以拿水了。那我就要拿食物，欸、因为有两水，两水。但我下一回合就要死，我要死谁？我看一下，看看我四号是谁，真要补一个。哦，还有哎、欸，补水干嘛、啊？水用啊，水好用啊。丢，你都忘记丢骰子？有啊，丢四号吗？我补四号吗？四号，那就结束喽。十二号施工，不要再盖了，再盖一次。哦耶！好，我继续做健身操，我继续。猫咪站在最顶，我继续做我的健身操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不用偷鸡就结束了。立桩站的位置很好，对，完成结束了。21分，我才十二分而已，19分而已，我才12分，我盖完15分，盖完18分。立桩站的点好。这个游戏就是站的点 ，OK 就 OK 了，运气啊。这游戏真的其实那个七分，我觉得还蛮强的。不是很难打，很难动哎。那是因为你是熊，黑熊。如果是猫咪，就比较转，更转。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每一只就是。因为我觉得猫咪很转啊，猫咪等于是你三动都是拿了就可以走，拿了可以走，拿了可以走，比较很灵活、啊。其实我觉得它应该前期还是要拿小分的，因为拿小分你牌才会绿的快。然后只有一张是限制，你只能拿食物，不能走的。没有，因为我是你是没办法、啊，那个走太动。不是，然后就是猫咪看运气，有时候走一走走到死路，你是运气不错都。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像这个对啊，乌龟走卡在那边，你就相对就比较灵活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、啊。嗯。然后乌龟你就是还要多花动，再拿回手牌，再拿动。我做的还不错啊，只是动作好久。可是猫咪可能就是四张牌啊。那就是对啊对啊，等于是你这四张一定要都要拿到东西。你跟我一样就是四张牌盖用再用，对，所以我只能够解小张的，因为我但是你的运气真的都不错，你的你看你这上面还是绿地，其实他没有五个的啊，都是四个，最多是四个。哦，有七分的是七分的也是四个，哦是哦，嗯，这个是四个哦。所以他就是剛剛 OK 啊 OK， 刚刚好对，要让你都拿到资源就可以活，都拿到还不错啊。这次其实没有死的太惨，没人死啊，没人死，对啊，没有人死哎、欸啊，这样没有死的太惨。我要了啦，因为你动完了，我这回就要死了，因为我没牌了，没办法，吃不到、啊，没水啊。第一个死的扣一分哦，就一二三四五，对，335，一二三三四五，熊。熊两只，熊麻烦就是两只，两只有时候赌蛮赌运，卡很凶。所以你那个熊应该是要去弄别人，对不对？不弄别人。乌龟也是四张拿东西，三张，三张。熊是四张拿东西，我只有三张拿东西，但是两张回收，对，两张回收。所以变成我一定最青蛙，我要想办法三栋拿回。一个是主机，三栋都要拿，然后对，所以我应该是你五栋拿四，我应该是，其实这应该是青蛙。我看这个，可是青蛙不是拿两个资源，它也是一个资源。对啊，拿一个，但是我还蛮弱。但是我家真的是精华地段，所以你知道一开始就爆了。可是青蛙是四只，青蛙是四只，所以对运气，我那个时候是选青蛙是这样。但是上次是乌龟赢，可是其实这就运气啊，对啊，你根本没差、啊，对你点赞好，你对啊，资源一直来，你根本没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都运气很好的状况下，乌龟就先天性比较弱啊。我就因为他选任务，如果都很好，他是四个点可以选，不是他没办法四栋拿四个资源，他只要多花一栋才能拿第四个资源，我只能解三栋的那个，那他就解三栋，就分数会少了。他就一直解三栋，可是不一定有啊，所以我就说不都不一定啊，对，就是都不一定、啊、先天上的劣势。不过他乌龟，我觉得他乌龟做的很有特色，都很有特色、啊，他动物做的很有特色，这真的了不起。我看一下，有够慢的，还有什么？再慢，稍微符合，再慢一点，有符合动物的特色。哎、欸，穿山甲是五个资源，我刚刚那一 round 花了五张卡片了啊，因为没有啊，我觉得穿山甲是拿五个资源，六张牌拿五个，六张牌拿五个资源，大家没办法动、啊，而且他三只，大家没办法动、啊，都很少动，对啊。
它跟青蛙差不多。我刚刚定居在那里。你看，乌龟很夸张，你看我三个没有办法做。鸟也是拿四个资源，我花两张把它拿回来，我就五动了。它再花中二打，我六动才解一张任务。而且这只最强，所以先天上熊跟青蛙，其实反而这个也蛮熊跟青蛙差不多。它是先动在哪？先动在哪？所以你是最强。我跟乌龟差不多，因为它有动完在哪跟先动在哪，它先动在哪？其实它可是它只有两只，它难就是它也只有两只。可是可以动啊，它没像猫咪，虽然也是有少张，可是它是后动，它是动，对，它是后动。我觉得这就有能动，其实很强，对，能动。但是动完之后，有时候原产地就惨，那个运气都排除啊。策略上来说的话，它能动是比较强，对啊。就想一个清澈稿这么多东西，搞不太懂。不过做得很好啊，还 OK， 还不错，很有，就是主题性非常好。而且够单纯，能够把卡牌做的符合他的角色，这真是很强。对，虽然说动物不是我常玩的主题，但是蛮厉害的。